国服关羽看了直呼六，这就是顶级预判吗？来看今天粉丝举报。尽情演奏，哪怕明天不会来。开始撤退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现，发起进攻。我直接目瞪口呆，队友的信号逐渐从开始撤退变成了发起进攻。这视频李华看了直呼摆拍，自从看了这个视频，我的小乔胜率升至70%。下一个，被拉得太惨了，这次可算轮到他被拉了，干得漂亮，看这气势被打真爽，你们搁这儿接力呢，气势没有一步是自己走的。下一个，决定了内心的正道，必绝无动摇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 have been slain.这波国服关羽来了也不一定行，达摩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，但凡换其他人都杀不掉达摩。顶级预判，决定了内心的正道便绝无动摇。下一个，向未知冲刺。是不是想蹭瑶的经济？马可，你怎么辅助的？怎么不出宝石？勇敢瑶瑶，不怕困难。下一个，我方守兵正在被攻击。顺风不点塔，逆风守不住。百万转场，你是懂转场的。这守约这名字成分复杂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。